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米娜。今天呢，让我们继续来参观一个托尔兄弟在洛杉矶县全新开的一个70万的独栋别墅铁门小区。那它呢，位于Clarita 这个城市，位于洛杉矶 downtown 北部30英里左右的地方。这个城市呢，以六旗山魔术山庄著名哈，是一个游乐园，很多很多过山车的游乐园。如果没去过小伙伴呢，也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它的 Ladera 这个户型。那它位于梅子谷铁门社区里面，它目前只开到第4期。这个户型呢是5房4卫双车库，2660尺的，售价呢是75万美金起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抓紧时间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参观 Ladera 户型，梅子谷的 Victoria 这一边。那它呢是一个铁门社区。一楼这边呢设置了一个书房，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楼的洗手间，是0.75卫，带淋浴的。托尔的样板房呢，一直都设计得非常的漂亮。看这个门厅，墙壁做的这种非常复古式的贴砖。如果对样板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大概还要再等1年半到2年的时间，因为目前这个盘呢刚刚出到第4期。那么 Ladera 这个户型呢，是目前这一期唯一还可以选择的7房，另外几个户型呢都很快售罄了。那这一栋呢也相信会很快售罄。下一期的房源呢大概1-2周之后会推出，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尽快联系我。梅子谷这个铁门社区呢一共有6个户型，我会一一放出，小伙伴呢可以逐次参观。很喜欢这种一坐到底的橱柜设计，让整体空间的档次呢都非常的高级。现在非常受欢迎的开放式3厅相连，客厅、厨房、餐厅，墙壁上呢做了各种各样细节的点缀。这是2楼上来的第一个房间，此房间呢是为套房，带有衣帽间、淋浴房。
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LaDera 户型样板房的看房视频。如果对这个户型喜爱并且想知道更多的话，欢迎联系我的微信进行咨询哦。那么这个社区呢，它是一个铁门社区，依山而建，在风水上呢是一个聚宝盆的位置。小区是铁门社区，可是物业费又很低，只有$200一个月。那么托尔兄弟的建商品质过硬，可是它的房价呢仅有$700,000起，并且是双层独栋别墅，而且面积呢还是比较够大，是200多平的面积，2660尺的居住面积，是非常适合各种类型的家庭适用的。那么托尔兄弟一般在建筑社区的时候呢，注意它的社区的一个实用性，很多的房屋呢大致是南北朝向建的，包括我们现在所参观的样板房都是南北朝向建的，那么采光也比较好。那现在呢，因为这个盘非常火热，它的等待名单上呢已经排有人了，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们也要早一点上等待名单，这样呢才会可以优先选房，去选取一些好的地块、好的朝向、好的位置的一些地块房源哦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要分享的视频信息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，就请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。如果能帮我点个赞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那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